后呢，再把这个你自己就是这首曲子对不对？你自己写的，就是把它曲子整理出来，然后你就把它曲式分析出来，那曲式分析出来，然后再和弦进行，自己想办法填上去，填上去，然后我来看一看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我顺便也可以公布一下子同学他写的这错在哪里，或是什么地方这样子，比较那个同学也可以回家尝试一下子，自己每个人都可以尝试一下子和弦填一下子。填一下进行这样子，那这样比较好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实体课我会把同学叫上来，帮我伴奏，伴奏很重要，所以我片子里面不是常常讲吗？帮我伴奏是学习进步最快的方法，因为你要伴奏，你要帮人家伴奏，你势必你是不是要对你一坐下来，你面临的所有问题呢？所以说，我说你们啊，练琴的时候啊，不管你练的好坏，对不对？你要把自己当作琴师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把自己设定成琴师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你一坐下来琴师的时候啊，一首歌，你要开一首歌，你就面临一直开歌，你知道吗？歌怎么开进来呢？对不对？比如说这首歌好了，开歌就一般来讲，假如说讲哆啦 瑞手 好了，那哆啦 瑞手 哆，一般我们用的最多是哆啦 瑞手 哆好开进来。那你发现，哎呦！糟糕，我怎么不会开啊？哆啦 瑞手 呢？你技术练了这么多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开不进来呢？你会发现空空如也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缺少这些的话，你就必须要练到刚刚我讲的这些东西。你要对这个认，你要回那个进阶班那些，就是要弹这些东西。对每个和弦的这个音阶啊，就哪些音，然后拍子。那你要练得很熟，就随便弹就可以进来了，可是这个要下点功夫啊，所以你当你要必须要想，哎呦糟糕，我给你四小节哈，我先给你个四小节的功课，然后你哆啦 瑞手 slow soul， 你把它弹出来一首歌好了。我们讲个，比如说什么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对不对？恰是你的温柔的，这不是哆啦 瑞手 吗？和弦哆啦 瑞手 那你开歌开进来了。你要给人家唱才开进来，哆啦 瑞手 四小节好了，然后最后是哆啦 瑞手 哆，你要进到哆那边来。那你一定是坐在那边，你就发现，哎呦，我怎么开？我开不进来，我一定要看谱的，这样子。那事实上，你如果功力够的话，你这些和弦音阶都知道，拍子也带很熟的话，你噼里啪随便开都可以。你要抓到旋律里面的几个重点音，这样子，让人家会听到，人家就可以唱进来了。然后和弦进行，那这样子排，那我是讲最理想的，就是说比较简单的固定的。那你们如果说是像这个建立，我印象中好像建立周的话，他上次以前开始他有唱自弹自唱嘛，对不对？那自弹，那当然是他自弹自唱的话，比如说他那个中间用的拍子、长音什么东西，或者是拍子，他自己不满意，对不对？他一定那不满意的话，就是从这个同样道理，你学这个。像学这个拍子，像这个我们这个认证三的什么东西的，这样子，这些弄。Cookie 下星期要教什么功课啊？很好啊，主动问这个功课。我认为是这样子 ，shuffle 的话，你们有空就一直练了，但是不要把全副精神在这个上面了。那你可以找一首歌的呗，比如说这些。我记得你好像喜欢弹那个，你上有弹过叫什么？这个 ，Hell Makes Through the Night， 对不对？你就回家把这个练一下子，然后你下次，是你主动提出要教什么功课的，那你就下礼拜给你这个功课，也是给大家这个功课 ，Hell Makes Through the Night Slow Soul， 对不对？中间这个和弦进行是哆哆发嗦哆哆嘛，对，你把它写完之后，你把谱也写上来了，然后这个你可以用文字档，就是把它写一下，然后分析出来，然后大家研究一下呢，我再把你那个这个中间该怎么样的教，那曲式先写，重点是曲式写出来之后，你要照那个曲式啊，你要分析啊，就前。
前奏可能你们现在还没办法，就是就前奏你要写可以了，随便你了，就曲式分出来，然后再来是这个和弦要曲那个旋律把它写出来嘛，然后一些四小节写出来，把曲式分出来，然后把和弦填上去，然后开始尾巴也是这样，我要教你们一下尾巴怎么样，间奏怎么样。一首这么同样一首简单的歌，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程度了，这样好不好？就是那个，要不然就这样的好了。这个对对对 ，shuffle 的话 ，shuffle 是这样的，你们这个 shuffle 是这样 ，shuffle 最好的，你练完 shuffle， 你当然是，你最大的收获就是那个 handbone 就已经很熟了嘛，1.17.25.8.36，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，那它是最好的方法，练习的方法。那 shuffle 的话，你不要花这么多的精神在这上面了。因为 shuffle 如果是真正的在用到实体上面的话，它的机会并不多呢。用到最多的流行就是一般曲子上面是倒反，我刚刚讲的 slow rock 用的最多呢，或者是 handbone 就等于节奏嘛，用那个 stride 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先练个 slow rock 好了 ，slow rock 的 slow blues 这种类似的这样，练完之后。这个拿就好比现在，既然是 Cookie 自己问这个什么功课的，自投罗网，那你就把那个一首歌啊，对，一首歌拿出来研究一下子，就 Help Me Make Through the Night， 好不好？我们就研究这首歌好了，好吧？那今天这个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同学有什么问题呢？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要下课了。